没有在前面第一轮野怪上面有亏损，下路要想要直接越了，直接越了，因为对面的等级还没有升上来。先杀谁？先杀威斯威特，交了一个闪现，被布隆的被动打晕，暂停了。真的帅的一个耳机有出现一些问题，那现在已经排除了。我们回过来，的确老鼠是直接被 EZ 汤地又拿下了一血，而且这里人没有死的话，布隆只要把被动挂上，那么宝石就直接交代在这儿了。是，不过冰雪已经强行推进塔了，下路的话宝蓝是有个闪现的，挂到了这边分域开弹塔，一击扛了两下塔，一击能走掉，跟上一把是如出一辙的一个结局。拉了一段距离，已经拉到二塔前，所以 IG 的中野并没有办法把人头给搬回来。我们看一下这波康帝爆裂果实飞进来，这一波的话是宝石直接把一交掉，他其实这里已经交着急了，当时如果他把一留在手上，在塔下晕住那个主要就扛塔的人是可以直接换掉，如果一旦换掉一个人的话，那塔下是一换一，这波经验他辅助还是可以吃，虽然劣势一点，但是也是不能打的。这时候应该是一个闪现直接把布隆的 Q 给躲掉，如果没躲掉的话被眩晕了，那后续就然后强拿这个一血卡。您现在的选择的确很难，但是九五七什么在上路是刚好上六，一口吃掉了兰博，楼下的这波应该是起了杀心。回方这里是大虫子，是直接半血状态，折扇想利用他自己强势的伤害。大虫子这个 Q 很关键，大陆导致那个一血塔不要掉，然后让对面节奏还是缓一下。其实这个防塔的血量非常低，闪现过来要晕，肚皮顶上想杀大舅子，他就讲了一个闪现，身上还有一个治疗。您没有上六，没有关键的爆破酒桶，这波老鼠拼命的在点，但是你这个也是点掉了您身上的一个被动，想杀酒桶，酒桶身上宝石给了一个小盾，剩下一丝血，抢到草丛里面，看一下又是一个炫光，只有炫到背，但为什么老鼠一直追？大舅子已经是被抢。闪现好像还在 CD， 大军从后面来了，对自己 IG 的中野才刚过来，小西有点危险，没有闪过这个 Q 技能，看一下宇宙之光能不能救到队友赶来，小西躲到了宝石的身后，楼下也来到了这边战场，大战一出局吗？来不到楼下下来，法兵这边要先行撤退，但九筒不给对方走，这样回来变成前两危机，治疗交了，如给先手辅助，但是九筒这边也死了，楼下的血量很危急，没打出一个被动，但及时闪现出去，他同时九五七位置很危险，如给小五双哥不不谁杀？这一波是成功的赢得了团战了，但他其实为了去帮就是 Mystic 去扛伤害，比较早的阵亡了。这些兰博和卢锡安两个人输出是太高了，在这个时间点作战能力比大虫子要来强很多。这个宝石的大招还是挺关键的，给了 IG 的双人线剩了两秒钟的时间，撑到兰博落地。酒桶配合兰博这个大招炸得太漂亮了，大舅子几乎是没有作战能力，直接想办法脱离战场。闪现上来 Luffy 直接一个透体神光，先拿一颗人头，一颗一个一技能滑步两枪收掉一个人，再往前再一个透体神光收下三杀以后，最后一个一技能向前反手吃了一个，好像是普攻三段的那个 Q 直接打他，对，打了三下应该是有叠加伤害。这边可以配合一个无限杀大虫子，大虫子在上一波把闪现交了，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跑掉了，跑不掉了。 Q 技能想要限制一下 Luffy， 但 Luffy 1329的惊人数据，虽然那把是输了，但他个人的一个战损比11-6-11，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。对，上路岩雀十万来了，要想办法限制一下，看一下您的位置。一技能用抱团中路给一点压力，但是 IG 的一个中路首先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反而是要来抓边线，由西野首当其冲，一个二级的一个强慢盖住了冷帅的一个逃亡位置。这时候冷帅已经感应到对方要来追击他，要来包夹他，选择先打西野，大招的伤害很高，直接把西野的治疗给逼了出来。但是所有的队友赶到以后，打 B 可以配的布隆被动，让大舅子收下这个兰博的人头。再看一下。对吧，确实两边还没有打出胜负手，但其实慢慢的偏向了 IG 这波 Luffy 要上来单打了，破坏吸一口，第一波的爆发已经打完，再点两枪，一个一技能 Q 技能没有中，九五七只能反正咬一口，但 Luffy 的血量还很健康，单杀了九五七，这个卢锡安已经 unstoppable 了。这边的一个交换经济会加速的非常的快，关键的团战可能在25分钟、26分钟就要开打了。老鼠这波偷了一下西野，西野的闪现被打了出来，九五七从后面走出来，这是交了 TP 要来做一个包夹，后面有大舅子，三个人夹对方的三个人，再用炫光晕了一下九五七，九五七开启自己的正义荣耀冲向了老鼠，老鼠现在被沉默以后交了自己的一个闪现，这边 Megan 交了闪现抢走，看一下宝石之光能不能及时落下，没有，宝石先被秒了，保护到了老鼠，如给污染滑了出来，伤害很高，宝大门收完已经死了，小金的速度有点高，老家也到了，我靠，后面的人走不掉，最后一个人头
枪路灰飞烟灭。这边是先强行流，导致自己的状态不是特别好，导致后续的话是岩雀没有办法直接跟上，然后前面是大虫子在流人的时候直接被宝石一个晕住，然后导致老鼠有走位空间直接走掉了，然后最后是宝石把大招放出来保了老鼠一段输出时间，卢三进场，兰博进场，直接导致这波收割。就还是 W1 这个时间点有点着急，想要去挽回一波。这里宝石把它晕住是一个很关键的，然后九等后续也跟上控制，导致老鼠没有第一时间死了，双 C 是直接有爆炸输出的。对，而且 IG 现在多核的一个输出，其实对于 W1 来说，针对掉五个点还是不够。现在 Rookie 加上的帅的输出，在后排来说根本扛不住了。现在的伤害有点高，三千刀到手，点了一下大舅子直接喷掉了三分之一条血量。九五七正面跟乐帅来单挑，没有，只有岩雀的一个帮忙，二打一，能不能处理乐帅？乐帅借用轻身拖了一点时间，岩都时间算得非常准，傻了傻石在上面，一口直接吞掉。大不一抓到一个机会，拿掉了对方的一个边带的人，但上路的二塔这波是守不住，但可以阻止，有机会阻止 IG 上高地。这里的话是我觉得 IG 还是可以直接打的，因为他本身自己其他人所有技能都在，只要把这个塔点掉就有机会打团，就宝石只要大招保护好，老鼠的输出是无敌的。宝石大招最后还是没有死，有点危险，大舅子没有倒，九五七还在前方， QG 南京，但 Rookie 现在已经滑上了高地了。这波团战是看一下正面，又是小秒老鼠是用布隆的大招击飞了以后，一列大招刮进去，宝石的大招这边已经抬回来了，但最后一秒钟这到底是几滴血？这感觉剩不到一百，而且九五七这个时候是没有大招的，想一下就想扛一下伤害，他们那边直接少人的话你也没法打呀。就卢森和老鼠两个人输出在的情况下， W 这边是没办法顶的，直接大招了，直接强打，九筒已经是进场了，这波没有要强杀对面，给了一口破败以后，被狙击的自己的防盗门打劈的五个人被却杀回去，炸回来，有一个闪现掉了九五七，现在塔下秒掉了冷炫，但是宁皇这边坦出了一个伤害以后，给小鸡在背上的原子火力全开，把打劈的血量拉得很低，卢给这边闪现进来掉了双招，大舅子有一个大刀拉起来，还没有死，不能没有够到卢给，小鸡这边一个人全在这边送，但是已经拿下了这个家当。一个一技能上前，但是被留在地上的一个桶子给缓速给减速到，那个一技能弹幕过来，时间上面是错过了龙的一个血量，没有机会用这个无风险的机会抢龙。而且 Rookie 这一波又拿了个红 buff，身上的装备特别的凶，是全输出装备，连无尽之刃都已经拿到手了。这边岩雀封门，想要直接抓对方的上野，但上野已经拉开了一个距离，隔着墙还有卢锡安的一个输出。这波先铺了一个傻石阵，致命的岩突能不能给到？这边要打了 ，IG 已经先下宇宙之光，2.5秒，打不赢这波闪现的位置，还在兰博的追击。布隆死前反手一个大招，小心拿下人头，就弄这一个炸，这边的西野直接被金色冷帅给烤死。这波看起来没有机会了，老鼠闪到泉水前面，把大舅子给射死，小心拿下。下一个 double kill， IG 第二把已经是在胜利的面前了，这个没有任何的翻盘点了。这个伤害 ，Rookie 爆炸输出，康帝 EZ 死在泉水面前，基地爆炸 ，IG 追回一分，1-1，下一把 IGWE 天王山之战，是恭喜 IG。哇，两支队伍今天为我们准备的内容真的很好。是的，就第一盘 WE 的比赛赢了，是对昨天 IG 就很认真的去研究了一波，然后这一盘 IG 赢了是也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调整，就把强势点归到中路，然后再利用带一波节奏，而且这盘不得不说，如果我要给